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因为大暴龙，公民记者大暴龙跟公民记者谢明海都说我的这个手机的收音有问题，那我今天特地来了这个手机的技术服务的这个维修站，请他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那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先做一段测试，看现在我在这个位置做这样的一个摄影，会不会还是有收音会爆掉的问题。好，就到这里。好。